我好饿，春天。吃呗。我想订个炸鸡吃。让我看看订哪家好呢？抢我手机干嘛？都十点多了，把手机还给我，还我！外卖慢又不健康，干脆给他做一份外卖好了。您的外卖。没想到啊，沈天还挺浪漫，不让我订外卖，结果自己偷偷给我订。非要为了装不脱。沈天，你订了哪家？糟了。